我到社区的时候，社区有一股很低迷的一种感觉哈。老人家一起床就在等着吃中餐，然后吃完中餐就要等着吃晚餐，那种生活其实是没有什么活力的。那阵挂号其实嘛要将近要废号的时阵，啊，拄好拢巧，阮去拜托校长做阮的总干事，啊，总干事伊就甲接收。我不能只做围墙内的教室内的一个学习而已，我必须把孩子带到真实的世界里面去探索社区的大大小小的事情。啊，这间干巴店，民国五十六年开到今嘛咯。哎，阿姨嘛开来。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，也是很多人都不看好。大家都认为说啊，那有哪有可能？谁会走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玩？可是没有想到，当我们开始做的时候，我们是民国九十四年八月五号开始，每天都是那种游览车一步一步这样进来的时候，我们用行动来印证了。这时候我们要去做串联的工作就比较容易，他只要提供出一小小的空间，就可以让游客走进来，可以看到他加工的过程。而且吃到的又是第一手的，他加工的产品。主题是办的风味餐啦，啊，就规团啊叫过来，啊，大家聚餐一下。你看看，九十几个、八十几个，上少七十几个，你看，啊，大家拢唔爱讲哦，现在这社区安尼足大嘞，安尼吼。起初真正吼，拢是安尼，足艰苦的，拢用个搭迄个帐篷啦，搭迄个火棚安尼啦。阿弟已经住，如果用在地的食材，比如说人生七味餐，酸甜苦辣咸鲜色，一定要找到在地可以，发挥出他那一个土地生命力的那一块。一度一路这样子，那让我们的团队也可以透过销售服务，然后学习包装，或者是做这些电话的售后服务，它都是一种能力上的提升，那就是整个的社区团队会被带动起来的一个动能。有好多好多。我以前学校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，比如说农灾的相关计划，啊，云林县政府城乡处相关的补助，水保局相关软硬体的设施的一个挹注等等，他都想要让这块土地能够创生起来。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产业，然后有很多的那个都很有特色，非常有特色，可是这个都只停留在生产面或者是加工。那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是可以让游客走进来，可以看得到、体验得到，也可以买得到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一种体验式的旅游。啊！一了咱做嘞吼，想讲哦，我都想讲，这山顶够有人要来安尼啦。哦，我紧做，咱紧做做到尾啊，真正安尼，隔壁川花山、梅山，满世界拢来吼，把阮这来艺术看。大概今年已经第十三年了，所以会延续下来。其实也是因为让我们意识看到说，它这个本身，它这个社区有那个有一种要发展、要更新的那种向心力。那让我们会感觉说，我们好像也是这个华南社区的一家人一份子。共生田来种这个蔬菜吼，啊，对，一挂是不是阮一类哦，怎用哦？这个人医疗站。毕竟为过好校车加油，哦，咱的学校的校车吼，我会用接返这老人吼，哦，来看病啊，甲转去的呢。从人性得道到众生平权。老人家其实他们在这边，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人，我们没有想要改变他们什么。可是我觉得年轻人都在外地，老人家比较需要的是更多的透过活动的一个凝聚，让大家的心是可以交流的。那慢慢的就形成一股力量，我觉得这种力量是无形的，它就是良善的，然后会有一个良善的循环，然后包含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的服务都是无偿的。水保局啦，县政府一直帮忙我们哦。你看，今麦才阁开千几万，要可能好难做步道。啊，所以我感觉华南真好，啊，阁结合学校，
真的很好。哎，在云林县政府还有水保局相关的一个软硬体设施的挹注以后，它慢慢的有一些年轻人是愿意回来了。青年回流的计划来挹注之后，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来，可以留乡，可以在这个自己的家乡好好的去发展，然后可以在这边生活，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。每个社区都有感人的故事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但永远不变的是拥有坚定的韧性与经营的理念。云林社区一路走来，从一般的农村到走出特色发展，看见了跨领域组织伙伴的合作，看见了食农教育的实践，看见了体验活动的农村趣味，看见了青年的热忱参与，共同实践了农村再生，生活、生产、生态三生共好的愿景，并且对社会做出贡献，发挥正面的影响力。云林金牌农村风采，邀请您一起来共享云林的美好。